现在当红偶像剧演员贺军翔、杨丞琳和王传一分享他们在拍戏期间的趣事。当然，难得来到三位演技派的偶像，一定要和美美一同同台飙戏了。咱们就赶紧来看看三位实力派的演员会和美美擦出什么样子火花吧。我们经典的桥段，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的 VCR 来。贵州小弯弯，难听死了。我最讨厌男生什么都不会还装懂。哎呀哎呀，我头发怎么都掉了。哎呦哎呦哎呦，谁捡到就谁都啊。十块十块十块，全部都是十。你过来，我教你第十号男生什么事。哎，我只不过想让你捡的价值高一点，所以才掉十块。哎，这样也有错。这次有摔到了吧？好哎，感觉很好看哎，好看啊，感觉很好看，超好看的。对，今天美美要来切磋一下演技了，来，让我们欢迎桃子出列，桃子。耶！对啊，一个一个来嘛。那今天他可以跟谁对一下戏？啊，鬼鬼他会生气。那鬼鬼下一趴，好好，好不好？OK 吗？他为什么不能跟他演？那你选我呢？没有啊，他是高辣型的。高辣型，高辣，高辣型，高辣型，高辣型。你在你围着这个粉红地方走秀给他们看。他是面子哎。哦，鬼鬼也想演的，鬼鬼你先下来，鬼鬼你在旁边酝酿。你是很不开心？他说。不会啊，不会啊。好好好，有谁做轮椅？但是他演男生哦，他们两个先对眼嘛。嗯，好，他们两个先对，那么两个先对眼。首先来看看鬼鬼还有桃子互飙演技吧。好，哭我。咦，哥哥你这样玩我，你不要哭。一直好好跟你把他唱的啊，难听死！我最讨厌男生什么都不会装的哦。干嘛？有乞丐啊！干什么？哎呀，我的同伴什么都掉了，谁捡到就是谁的哦。我好想去捡。好臭，十块十块，全部都十块。你故意让我想你自己第四号男生是不是？我只不想让你捡的价值高一点，所以才用十块，这样也有错。这是帅的，帅的要拍到，注意哦，准备先可爱的，然后再故意，对，特写。这样帅到。好卡！哎，你们没有认真演，没有认真的好好演。认真啊！来，浅浅，你想要演女生对不对？好，小美来试一个，小美来试一个。当鬼鬼遇上心仪的小美，又会是什么状况呢？等一下，还没 action 哦，失败啦！加戏，不好意思。小小小你干嘛？好笑啊！在哭泣。你怎么都可以把菜离了啦？我是台湾女生了，什么都不会真的。你干嘛？你要用完？500，十块。都是十块，你故意让我想起这时候女生是不是？只不过想让你开心一点，让你价值变高一点，所以才用十块啊，这样子有错啊？帅到吗？他演的怎么样？鬼鬼超可爱的，可爱的了。我已经在私下觉得他很可爱。对，其实我超可爱的。对，他刚刚那个丢钱的，我觉得不错。可是你跟小美也比较认真。没事。我刚接受不了。没事，没事。他说他下次要把钱丢在你身上，妈妈帮他翻译啊我。我是说他跟小美演都比较认真。真的，你为什么对桃子就没感觉？没有啦，我怕他会被我电到啦。哦，
烂的理由。好，给他们两个掌声鼓励一下。第二段 VCR 也很精彩，来看一下，请看。接着来看看演技大考验 Part 2精彩片段。房间我已经订好了。什么房间？难道这是钱？不够兑换一夜情？你一路上也是天真、努力、可爱、起码接近吧？不就是想要兑换这个？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不懂？那你告诉我，霍达是拿什么来兑换？我已经知道了。你现在玩那种感情，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没有这样。到底要多少？到底要多少才可以让你哭到扭曲，让我看清楚你那龌龊的样子？另外一个很经典的戏嘛，你在里面是很坏的那种男生，是不是？没有，应该说是中间有个误会，是误会哦，误会，对，因为之前本来之前在第一集的时候跟那个霍彦跟嘉蒂其实有可能展开，就是我们两个本来有机会的，在，但是后来有一个女生要。好像以为我跟他好像有什么机会，也觉得为什么我穷可以得到这两位男生，然后另外那个女生就搞破坏，让他以为我用钱来换来跟他可能住他家什么，其实我听不太懂之类的，就觉得我是一个会用钱去收买一些感情的女生。对，然后那时候我对他是真心的，对，之前对他是真心，后来我就用钱羞辱他，这样很漂亮。对，羞辱，重点在是这些钱足够换你一夜情吧。真的很差，感觉差很差。今天要让女生也擦一下，应该会很开心吧？米奇出力，米奇拿着麦克风，麦克风。那今天也算颠倒了角色，对，我今天自己的没什么好演的嘛。那你就演杨丞琳了。可以啊，杨丞琳就是装无辜就可以了，装无辜。哎，什么？重点是我那个，我真的很害怕，好不好？那钱我先告我带来。哎呦哎呦，哇，好有钱啊！贺总，傻妞米奇与帅哥汪传一会碰出什么火花呢？准备了，重点。哎呀，这个戏要注重什么？叮咛一下，就是眼神吗？没有，其实内心的，我觉得比较重要。没有，重点是钱要砸得很用力，砸得很漂亮，要让整个撒开来。好的。要不要砸到受伤？不用受伤了，不要，刮破皮就可以，不是。好，准备哦，三、二，你很喜欢演这个。你哎呀，你好坏耶！让你 stand by 好了，好了，好了 ，stand by， 我也 stand by 好了，好不好？他弄到他的，对啊，准备，准备，好好演哦 ，action， 这样。房间我已经订好了。什么房间？难道这些钱不够换一夜情吗？你一路上演着天真又可爱的戏码，难道不就是想要兑换这